对，那个的话在包间里面是会有一个人均消费，在人均450左右这样子的。这个的话是平台他们这边写的，我们这边不会另外加收其他的费用，我们只有是在消费的总价会有10%的服务费。这个的话是我们这边没有办法更改的，因为有好多客人也在说，因为加收和另外所谓的人均其实是两回事，所以的话我们这边也有在去协商这个事情，但是这边目前的话还是没有能帮我们改，不可能说一家店然后还有另外还要多收这个2000块钱是不合理的嘛。